那我们接下来的话，我们请中华电信的张维俊先生。许博士、老师、各位老师，然后工作人员，然后各位鼎文的学员好。我是今年考上中华电信资讯类的学员，然后我主要我是在鼎文是补那个函授的那个课程。我觉得鼎文的那个函授其实做得蛮不错的，尤其是我常常有不懂的地方，我常常会一直重复的复习，就是重新一直在看。就那因为函授的好处就是可以一直重复看，所以我就是有时候听不懂的地方，我一直反复的去观看，所以让我学到很多，让我不会遗漏到老师讲的那个课程，所以我不好意思，我有点紧张。可是我觉得中华电信真的是算是福利很好的一个公司啦，因为我觉得这是蛮值得的，所以我希望如果假如大家想要跳槽来中华电信呢，欢迎大家来跳槽。因为它真的，因为像我们一般我们手机嘛，像上网嘛，都会跟中华电信有关系 ，NOD 啊，还有中华电信的年终也是超高的，也是有超过半年，对吧？如果大家想要来中华电信的话，可以来请教我一下，我可以来跟大家指导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谢谢张维俊先生。